边，总之就觉得软体不大好，还是怎样。不见了、哦，啊，好惨！怎么那么快？昨天不是蛮多雪的吗？因为空气很热嘛。没有练好，刚马是在下来半，我就看到这个上面的缆车，你看那个高度有多高，在某个地方。什么缆车？我们的这个顶的缆车站啊。这个。对，我在马斯的有往这边看过、啊。哦。下到某个高度，这个缆车还在下。还在下？对啊，还在下面。嗯。你要下到更低到一个地方。那时候你就不会看，有点看不到到这。你看，一直到差不多这样子，那边还有一堆缆车。嗯。哦，有插旗子啊、哦，我以为它没插。不过这个就没插，一二三，二跟三都没插。好惨哦，有个薄的哎。这边有很多旗子、啊。嗯。会有这么少雪、啊？那颜月明天也惨了，还是惨了，对不对？颜月当观光好了，是吗？对啊，刚好让肌肉休息一下。哦，也是。不过我觉得我今天都已经。只有刚因为一直下山，然后又滑得有点累。现在觉得大腿上部有一些累。我就是刚下来累，我滑马之背的时候没有感觉累这件事。你说红线很累啊？红线下来的时候，过人家检定后的那一段很长，但是整个就因为你要冲，而且我冲很快，所以而且你只要耗力气去转弯、啊，对啊，就有点。就是冲很快很累，所以我后来就想说，好，那我慢慢下好了。哦，谢谢，等你好久，你快点啊，我去休息了。你在拖什么啊？没有拖啊，我很累。在我眼睛看来，就觉得你在拖。谁在拖啊？大家好棒，我是为了。不会，我现在这样子。不知道他们两个去八方会不会要再去学一天学板、你就看他们的心得，他一定说他要去法会学的，用学板吗？那他很厉害，用学板吗？不管他用什么，你没有告诉他们圈片是黑线，那是黑线吗？真的、啊，你去哪里看地图？我看你的包括，好的很吧，是，那我的呢？
我认为是他这几个知道。好冷，我现在会冷。本来我还蛮得意的，现在就觉得，哈，早知道当初我买两台的时候就直接买两台就好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这你剪不会很麻烦，一直断掉，一直断掉，接不起来吗？也还好，我根本不用剪。我现在回去一个标准流程就是把编号一样的拉一起，然后丢进一个软体，它会粘在一起，然后那个软体里面又会标 GPS， 我再把 GPS 弄进去。免费的吗？免费的，而且其实那是 Garmin 的软体。哦。然后，突然发现它没有扶手，有点可怕。它没有边边，它没有边缘。滑一次我们俩就累了，我们就下去等他们。我觉得也很有可能，因为马斯贝实在太耗体力了。看，说，哎，我拍得到吗？拍一张，从旁边拍一张马斯贝。我知道下到哪里才看得到他。啊？被树挡住了，被树挡住了，看不太到马斯贝。看不太到。我不确定有拍到什么，又有点太亮了。怎样比较累？花队真的有点累，脸黏黏的。至少它是平的。你又在试你的省力滑法吗？腰很酸。很酸吗？嗯。我是还好。
只是这种很难滑哎、欸，斯乐冰不是吗？啊，不好玩啊。哦，我们在这里这样子，这种冰不好练那个哈。冰什么？转弯啊。那里有一个别人弄出来的馒头。很他人家弄得太深了就。你说的转弯是要练哪一种转弯？就是自己的转转转转。转那你要去试别人那个洞吗？要去看看那一个了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不是吧？是这个下面呐、啊。是这个下面。说你要去滑是不是？我是说，你不是说要去看看？不是，我是说要去那个缆车站啊。哦。我没有要去看那个。哦。知道原理是什么的。嗯，你故意下去顶那一下、啊、嗯，你的身体已经先下去了。嗯，所以你转弯的时候拿到的能量会比较少，会比较简单。蛤，我们之所以会加速是因为身体的重量往下。嗯，往下一段距离，你下了这么多的距离就会有这么多的能量，下的距离这么多就只有这么多。嗯，所以会比较轻吗？你是说会比较轻吗？对对对，你的脚也会觉得很轻松。就是以后到上面去等一下，赶快转弯。这样吗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顶的时候就要蹲一下，转弯以后才站起来。乱转，没有，就是说先前进一点点，以后就开始下去了，上半身先下去，点一下就走。点一下就转，点一下就转，点一下就转，点一下就转。啊！你就只是站在原地，我在你的旁边下去这样，然后你看我，看我有没有办法做到。这种感觉，那你看我，好像是弯腰。那你看我，那换你看我。你要换方，你要换方向、哦。不是我换方向，是你滑下去。好了。好。点一下转，点一下转。好了，也是啊。好，怎样？不要讲不对啊！点一下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种弯腰，肚子被打一拳。点一下以后，然后你不是之前有经过馒头吗？嗯。经过馒头的时候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在馒头的哪一个点。你不要管馒头，你现在想象有个馒头。点一下的时候有馒头，有馒头的时候，板子不是会这样子起来吗？嗯。
那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肚子要弯一下过那一个？你想象有一个，然后做了那个姿势以后，在这样的时候刚好会转一个弯。想象有个馒头。别。我觉得我们需要老师哎、欸，我们什么时候要请教练啊？我们什么时候要请教练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请教练？没有，因为没有要那么快学校长，我只是为了那个马术赛之外，现在还没有到这。哦，好，走喽。
要吗？欸，我刚刚有看时间吗？嗯。时候，这种雪可以练小转了。又停下来了。就干脆练习那个叫 Hockey Stop， 滑冰刀式刹车，就是踹那一下要完能够完全停下来，不是踹一下又抖抖抖抖又这样。然后我刚刚发现我的左脚踹停了下来，右脚踹还要滑一阵。你差点练法就是往下往下一二三。哦，我的右脚比较烂。就是回头可以看一下是那一堆，看看我的左脚。我的左脚几乎可以打到垂直，然后我现在要练，努力的练我右脚。哦，对啊，那接着换另外一只脚。诶，就是练到稳稳的，就是可以。很稳的停，然后继续，就到处给人家擦地板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擦不了多深了。那我就这样就好了嘛。啊？这样就好了嘛。可以吗？我刚刚练什么都可以。我就不知道要练什么啊。
我的左边还蛮厉害的啊，啊我的左边还蛮厉害的。你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好，先看右边。跳、哦、不可以跳吗？你跳了一下，那个是下馒头用的，你好像蛮厉害的呢。你要用力一点啊。对，我右脚就是力道不够啊，所以才要练。我右脚很烂。就不想要这么湿嘛，湿就湿啊。你都没有停下来啊，你没有停。稍微连续一点哦。可是我自己知道，我还要练上半身，而且我还要往上翘啊。对，所以要练到上半身的平衡是对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如果是喘，但是上半身这样啊，我是这样啊，这样没有上半身朝山上有点不对。哦，那要怎样？要这样，要这样啊？对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但是我也没有做多好，左边好一点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手，而且你不自觉的话，手会朝那边。其实这样就对的，最后就是连续起来就是小转。这样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哎、欸。在那里。在这种坡做这个练习，其实也会发现那个问题。然后教学都一样，像上次Jason教练教什么被打一拳，这时候也都可以用那些药学，一模一样。我热了哎、欸。对啊，然后太热了就顺一下，就滑一滑，凉快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也要凉快一下。不行，下半步要加速这样。哇，我想休息啊。去了，好热哦！急他们上去了，不然我们就再上去一趟吧。但是我觉得这种滑不好玩，不太想滑了。没关系啊。
我啦，你想休，你想滑，你继续，我想休息。我也觉得这个不好滑，所以我才想说那就随便练。但练到我也流汗了啊，我一起做啊。热这么大啊，快热死了。热的。练什么呢？一大堆。我现在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很热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手都流汗呢、欸。对啊，其实这时候好像不用戴手套。很热。但是手套我自己是没办法。都抓着一下，有点热。您说他们已经在这个里，在这个缆车站，我刚刚想说他们两个不是跟我们挥手，挥完人怎么不见了？他们为了要来这边，所以他们坐去那边，然后再滑到这边。也不知道几点了，快三点了。那他们也是应该一滑就发现，哎、欸，昨天的练习好像今天又不一样了。嗯，因为雪况不一样。嗯。好热哦。热热黏黏，实在不好玩。对啊，不舒背啊，脖子都不舒服。还好今天白掉洗头。本来就要。哎、欸，我还想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那这样子，我每次在那边输手机密码，我都被 YouTube 就你那个录到了。哦。哦。嗯，因为，嗯。那知道的人还要拿到你的手机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哎、欸，都被录光了、嗯。那我在滑手机也被看光了。也不一定，应该说那个时候可能录不到，因为光线实在太亮了。哦。好，我回去的时候会看一下这个状况。那上次也有这种状况吗？一定也有吧。好，不定。啊，这样 baby 他们今天练的血况不好，可怜。不会不会，对他们反而有益。哦。对他们来讲，只要粉粉啊、黏黏啊，什么都好，只要不会乱滑。因为他们学的第一课就是用那个鞭，然后放松或者压鞭或放松，然后要下来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嗯、对啊，搞不好会害他们没有学到很好，因为这种黏黏的，他可能放松就真的一路就平撸下来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好深哦、喔，它好深哦、喔，嗯，啊，很深呢、欸，这里也是啊，超深的，嗯，它要先加点速才可以滑出这个，才这样而已，老师在这样算是完整的 S 了吗？不大算吧，我也搞不太清楚，我自己有时间在想象，想说他们的 S， 因为他也不可能换边滑、啊，有啊，换边啊，他们的 S 就是跟我们的 S 一样，重点是在于他的板子的左边钢边有确实的滑一阵，右边钢边也确实的滑一阵，也有平折啊，这那么黏，他一定可以松的、啊。哎，黏黏啊！而且他也专人教练。嗯。啊，好热哦！不然我来滑那个磕那个好了。磕什么？你不要趴在地上。就是、你不要趴在地上就好。我不可能趴在地上，我还没那么快。啊什么声音啊？
我说他们那磕得很深，有点会害我绊倒。会啊。我觉得会。没有啊，我也是啊，都没看到。那我就上课啊，反正到了就是了。想看他们滑成什么鬼样子？很想看他们上课的样子啊。会看他上课。会。老师就台湾人。嘿。对啊。就阿福有过来。阿福就说：“这是我们这边的杰伦。”他台湾国语啊？没有，他故意的。他就说他叫 J 啊，嗯，周杰伦那个 J。嗯。哎，会不会在下面一点啊？可是我刚从下面上来的。是哦，没看到。从下面最下面那个坐到这边，然后滑过来这边才能到这里。嗯。也没办法这样。也没看到一个带两个。我没有看到，我一直在转。因为我想看他们两个学的怎么样哎。找阴影休息是不是？
有看到。怎么立的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哇，特技的、哦。对啊。哎呀，我还想说它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两只站着。我想说脚上踩的是什么？难怪这里这么多凹痕，都被它刮的。嗯。而且它雪橇很短。嗯，不然可能太长立不起来了，站不住。你们应该差不多要下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应该都下去等他。妈妈，看你玩，我们去把他带过来了。什么？是哦，我也想去看啊，反正我也不想溜，我跟你们下去啊。我说，我这趟溜下去，我们要直接冲高，我们滑雪鞋带。对啊。下课现在3:13，所以他们要直接下去、啊。那你也是吗？你要跟去？要一起去啊！一起去吗？对啊。因为你一直好远，我一直叫你都跳不起来。哦，好好。Alps view, Alps view。下去吗？你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上半身又朝山上的话，然后你就会有可能这样子，然后就变成变八。你现在不会变八，但是你还有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说你就是要练成这样。哦，对，没有，我刚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是说这不是要转一圈然后再下去吗？你说耍特技，你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会了。哎、欸，这次好像没发生过。有啦，今天刚有一次。那是因为马斯贝的关系啊。对啊。不走吗？去披萨店啊！爸爸妈妈来了。
粉丝呢。这样私人教练的价格、啊，我们要躲在柱子后面比较凉快。快热死了！可以脱掉鞋子。莫，你过来一点啊，躲在柱子后面。啊，你要拍吗？要啊，你要帮他拍啊。你们有没有拍伊莎？没有。今天天气那么好，你们在滑的时候在拍。他有拍啊，他有拍一大段。我有拍一段，我自己的。我教他拍，我帮他拿一张。我早上说头有雨，对啊，而且他从缆车上摔下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？好不好？我头在晕眩，然后带着的这个看不清楚，东西还没来，我就觉得快到了，我就坐下去，然后就整个人跌在地上，然后被缆车撞到，超碾过去，然后缆车把它碾过去之后，它又卡到我的，然后我的板子掉一只，我整个坐空那种啊。那你走，你们俩没有一起搭啊、哦？就是一起搭，一起搭你就再也不一起搭。不是啊，啊你要告诉他车来了没啊？不然他怎么就这样坐下去？他怎么知道我没看到？对啊，啊你要讲，你要讲啊，不然谁知道？这个是雾的，就还是你们昨天没有处理好？没有哎、欸，昨天就只有放在那个风一下，我就看起来好像好一点了，我就不敢放太近。哦，越会那个啊，怕它融掉。哎呀。是我又跑出、哦、好热、哦、我又跑出来了。对啊，我好热哦。Oh my god， 好热。会溜了没？到了。应该会像他们这样动的吧？只会一个方向动。没有，这个要一个方向动还是会的。可能只会落叶飘。对啊。只会飘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啊！再往前塞一点。对啊，肚子这么大，不害怕了。
只被滑两趟就很累了。怎么是被？就是现在看起来一冷一冷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累。昨天有一冷一冷这么明显？有啦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很累。走那边的路，不是走这边。对哈、哦，有左边嘞。没有吧？是吗？不会吗？上去有左边跟右边嘞，对吧？没有啊。哪是？有左边吗？左边那条是？昨天好像接过来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哦，这个树林划分开来，那边是从那边接过来的。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滑过来的，对吗？我有两个小朋友了。
可能比较难前进，会不会？我感觉前进的好慢，为什么？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甩来甩去，甩来甩去。哎呦！回去啊！所以我想说，差不多时间了，我们准备要下去，因为我刚在那边。对啊，他们俩有没有耍赖？还好嘞，还好吗？还好。你有没有这样赖在这里啊？我就跟他们说起来，起来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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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会这样。哎，站起来！你在干嘛？好笑哎、欸！哥哥，哥哥快要可以转弯了，偶尔会做出来。好好好。然后弟弟是。正面就是我们叫 heel 赛嘛， heel 赛可以，可是 po 赛比较不行。对，他哥哥学比较快一点点。对啊，他比较大吧，所以比较容易悟得到。他比较小，他跟那个力气有关系啦。哦，对了，对，跟力气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还要回去那边。不可以，不用。可以不用哈，可以不用，直接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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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哎，若八方上课也会是你们，还是你们就只有在梅池上？不会，八方上课就都是英文的，八方没有中文的教练。是哦，我想万一他们两个还想再学，对啊，就是要来这边。要来这边哦。对，因为八方就没有中文的教练，我们也不会到八方去。是哦，你们只住点梅池啊？都是我们这边是中文分部这边哦，然后中文分部就是在梅池，所以像阿福就是都在这边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基本上不会到八方去，因为八方有自己很多教练，他们那边100多个吧，但都英文的，对，他们会你比较难理解。中文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说，那你要来这边哦。其实我们报的课程它其实是英文的，对啊，只是我们运气真的很好，就是因为他这边没有派英文的 snowboarder， 就是没有派单板的教练，英文的在那边，所以我们是中英都可以。哦，那遇到英文我们就讲英文，遇到中文我当然懒得讲英文，我就讲中文。对啊，谢谢你，真的很感激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注意安全哈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老哥要照相，拍照吗？过来，好，可以啊。坐着省力啦，站着要花力气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教练站着就好。好，看这边，耶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衣服，啊，就玩这个吧。衣服。啊哈，太好了。来，纪念品呢、欸？纪念品，我会帮你们宣传这样。也可以啦，穿这么久哎。那个帽子卡住了，没关系，坐着脱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再麻烦你。好。然后他们有一个评分卡在他们口袋里面哈。哦，我帮他们勾。好。OK， 好。那如果在上课的话是要报什么课？他们现在是 yellow。好。下一次可以开始，看是从 yellow 开始还是从 green 开始的 ？yellow 应该是从 yellow 吧。yellow 对啊。好 ，OK。嗯 ，OK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你的手机在吗？你的手机？基本上我们都在这边。啊？哎，你有手机？没给他带，坏了没给他带。哦，是哦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这样。好玩吗？陪你们滑这个。我陪你啊，我陪你。对啊，因为他们也只能玩这个。哦，哎，今天很湿哎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丢我。你走了就可以了。你走了。你追得到我吗？走了。
啊 ，baby， 明天要滑什么？明天要 ski 还是 snowboard？ 明天要 ski 还是 snowboard？ 明天要 ski 还是 snowboard？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玩？这个比较好玩。这个真的比较好玩哦。太容易跌。啊？太容易跌倒。你说，但是你不是说比较好玩？对啊，就太容易跌倒。但是太容易跌倒。跌倒会痛吗？屁股很痛。不错，刹车练得 OK。S 吗？没有啊。其他队友吗？就陪我，想说陪他们练一下。好啊，你先。而且赛前不打就好了。哇，你爬起来好快哦！你在耍特技哦，文文。你不要急啦，站稳。的初级来讲就是会这样，就要滑很久。不过幸好是在这边上课，屁股会痛是不是？一定会的啊。他就说，他说这个比较好玩，但是屁股摔得很痛。对啊，要一直这样停下来。好累，但你爬起来速度很快哎，对啊，超快的，重心低嘛，腿短嘛，是不是？腿短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注意啊，反摔。你干嘛一直摔？路不平，我以为他是故意。你们最后大概这样子，对啊，最能在这条路。我们是4:30嘛，去滑的，4:30起。那大概滑一趟整个差不多。对啊。那要一起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反正我就已经准备要休息的状态了，我觉得我都可以。Thank you.
帅气。这里还不是两只脚，只是你是要撑，这样会比较舒服哦。哦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坐会不会撞到？它有这个哦，记脚脚小心啊！好，对啊，现在都坐这，我都坐这，他们。教练坐中间，他一次抓你们两个，所以你们今天都在这一道练习。哦，所以做几次了？有没有十次？没有。没有吗？真的跑太慢。跑太慢。湿湿的。真的、哦。因为我一直一直摔，一直撑地板。啊，你说你也觉得这个比较好玩？但是我还是喜欢玩的。真的吗？你是说这个比较帅？但是比较容易摔倒，对，是吗？嗯，说不定你以后长不是意大利面，他教教练带你们吃的，在他们学校吃。哦，在回学校里面吃啊？是是哦，是哦，是这一栋吗？是我们吃披萨那一栋吗？是啊，吃披萨那一栋吗？好的，意大利面。他们自己做的。哦，他们自己做的。内外合。你要出发的时候就要踩，这一脚踩这，然后就给它滑下去。先滑下去，对啊。但很多很多 boulder 一下车就会摔倒，会很容易摔倒。一下车摔倒，根本没有摔伤。真的哦。他为什么没穿住就滑不稳吗？还是什么？不觉得他鞋子很可爱吗？圆头哎、欸，你这鞋超可爱，我会想要为了这个鞋子学学吧。但是我又觉得我的膝盖顶不住，我现在滑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摔膝盖？摔屁股？为什么不会往前？会往前在那个后比较后面。如果自己学的话，那里面第一天就学到这个，第一天我就已经可以那个了。那个头朝这，然后这样往，身体朝后这样往下。哦，然后直直直那个。那种回转都很难。真的吗？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往后看啊，往前看啊。没那么容易。没那么容易。他不就别把它讲成 ski， 但是横着站。不就 ski 横着站吗？差很多、哦，我没有玩过，我有很好奇，想要知道这个。左脚，然后右脚这样。你的头是，你的往前是哪一边？前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，对嘛。他有问你要这个方向还是？没有。老板就帮你选好了。因为通常是不是右撇子都是这那个左边在前面？老板跟你同方向吧？对啊，我们都是这边。嗯。不
所以就是那个搬去的地方就叫八方。嗯，对。都蛮好。嗯，对。但是如果你们要，你们如果要玩这个的话，就一定是玩不是蛮好的地方，你们才有办法。还是想帅气呢？不要帅气吗？不要帅。不要帅。对，我就说这鞋子很可爱啊，头很可爱。我说我会想要为了这个鞋子而去滑雪板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鞋子比较丑啊，我们鞋子很丑，我们鞋子没有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圆圆的鞋。对啊，你们那个头圆圆的很可爱啊，我这头也是圆的，但是就没那么可爱。我开始会狂摔。真的、哦。开始我已经到那里等了20分钟，后面才下来。哦，你说这里就滑到那个雪山，然后爸爸还没来。然后我等了20分钟后面，因为才没问。你就一开始就会了、哦，不然你怎么这么快？为什么你没有？一开始只是在刹车的时候，慢慢在刹车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直行了。嗯。一开始都一直刹车，刹车。嗯，这样吱吱吱吱吱。我们刹车到。因为我一直看豆豆先生。什么豆豆先生？你要休息时间就可以看豆豆先生。是哦。哦。卡通吗？好，拿起来咯，你要小心哦。我要扶你吗？嗯，不用。就会摔倒。变化很大，搞不太清楚。第一天下雪，第二天下，第一天晴，第二天下。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不是大晴哦，第二天我们第一大晴天，然后下雪下雨，对啊，然后又下雪，然后又大晴天。妈，我的 GoPro 有开吗？我想跟着他们帮他录，有啊，但是他们太慢了，你没办法比他们更慢，很难。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就一路刹车啊，怎么会不会比他们慢？你试试看啊。走啊，斑斑，走。
站，单站。还没，你先坐着休息。你不要照我，帮你拍照，帮你拍张照。哎呦，等我，一二三，好可爱哦！你穿这好可爱哦，一二三，好。我靠！好，我走开，我走开。镜子的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很帅。喂，走，好，帮你拍一张，这样很帅，很帅。等我。哈哈。哎呦，一小，还有近一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我看妈咪，一二三。然后斑斑不要动哦，妈咪要拍。啊，斑斑好像沉思状，很累了。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
水上的，别让它转呀。哇，这么可爱，要拍艺术照。看外面有一二三，好看舅舅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我刚刚为了看你们，然后就会走，而且又往前走。是哦，对啊，你们两个都往前走。好，你们两个不要动，跟舅舅。我踩到你的。哎，你们几个来啊，一起拍一张，快点。你们叫停得住吗？停住了。哎，你是做造型，他在做动作，他在做静止动作，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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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要雪杖，像拿雪杖滑滑看。要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哎，贝尔，贝尔，不要再滑，你不要再滑了。滑地上扭啦，起来啦，快点，妈妈。八个，五个。是老公公。快点啊，班班起来。班班起来了，班班只剩下你而已。他没力气。要扶一下他，他可能蹬，他蹬不太住。那他这样坐稍微这样。啊，他坐着了，他坐着了。好、啊。好。一二三。你有办法动过来吗？我说在后，我帮你们拍啊。不用不用。来，看在这一次哦，一二三。好、啊，好，我帮你们拍。你过去，你过去，你想办法过去。啊，妈妈没有跟你们拍。啊，对的吧？他们撑不住是不是，对啊。好吧，那你要拍到。你们要动，有有有。不要啊，因为你已经会了。好了没？好了好了。来个新的。你看那不会吧？嗯，3.57，摔得乱七八糟哦。好，我们走开。哎、欸，这个摔有够好的。啊？这个超好的。对啊。
再一趟吧，我在想。Stanley 就跟着上缆车了。叫你比较轻是不是？然后赖皮换，弟弟体力有限，太生气啊！他有跟教练生气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对啊，坏人他就不会，家人他就会生气。我起来一下，我起来一下，我把脚放回来，因为这样跟你反直太近，怕被你打到，压到。真的、哦，你忘记带了，还太热。没有需要带，因为太热了。哎呦，表现。但我们有擦防晒的。哦。就是没有红红，还是有点红。就是我们有擦、欸。但是太阳今天超热的，我都快。你去哪里了？我们滑那个。欸、那个嘞，那个。你看我上次滑了那个红线。不是，我们滑了马之贝两次，整个都没力了。马之贝，马之贝很累。妈妈，我跟弟弟两个人，妈妈不可能啊，我跟两次而已，很累，那个很累，我回去再给你看有多累，累死了。就不是这个而已啦，这个叫 champion。马之贝在哪？马之贝等会指给你看。哦，那我不知道，在旁边。这个 champion 滑一次，然后今天雪都这样湿湿的，所以我跟弟弟就说不好玩，不想玩。
水。太阳太大了。太阳太大，昨天下那么多雪，全部晃光光啦。呼呼，晃一晃，晃一晃吧，下去。我在累死了。应该还在，因为他很累吧。我以为他们也上去了。对啊。我以为他们已经滑。你滑比弟弟快很多啊。弟弟比较容易摔倒哦。嗯。你抓得到重心了是不是？你知道你身体要多弯，他还不会，就是那个点在哪里，容易抓吗？是不容易。不容易啊，跟蛇板比嘞。真的吗？我连蛇板都站不上去。然后原本要翘的，然后立起来。对，我就另外一只脚抛抛。立起来那一下，我就觉得我没办法。我觉得这个是平的，应该站得上去的。站得上去啊。只是很容易摔倒而已。我那个小朋友很可爱，也跟我穿裤啊。哦，你说那个小朋友，他也没办法背箱啊，跟我一样。有啊，背啦、啊。背了。他背了、啊。好强啊！你还不能背是不是？挺难的背。直线的圆孔是不是？是太快吗？怕冲太快，然后就飞出去。但是我们这个不是也是常常翅膀吗？什么意思？谁说可以背向？我可以背向啊。我可以背向，然后再转弯。现在没力气。哦，现在没力气。是你小腿很酸吗？嗯。有呈现快没电状态吗？没有，应该是要把它按一下，让它知道要充电，对不对？那是哦。你觉得嘞？它又没有力了啦，它太冰了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你往那边一点。弟弟说这边太斜了，你过去一点。对。哇，怎么办？你这样这么斜下去吗？我可以帮你什么吗？不行，我会帮你抵住，然后扶你起来吗？好，嗯、来，好，你先走，我先走，好，小心哦。这边，特降，干嘛叫我特降啊？直的可以滑那么快啊！
10:16了。我要去还板子，不然我今天还不掉，我明天不能借了。行啊，馆内利用的。我好像要回去房间拿鞋子。那应该都去回饭店拖啦，然后拎过去啦。那这样到几点了？对啊，我怕来。现在不是20分吗？现在几分？所以还是我们回房间帮你们拿药，拿下鞋子过来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慢慢。对，你们在那里，你们在那里等我们。你随便。然后的话，他有那边，反正就。啊，好可爱。走吧，走吧。可以。好，那我先
可爱，跳跳跳跳跳，很可爱。我先去玩，他们两个还没下。啊，你跟小弟先回去。啊，你的钥匙在柜台。对对对，我这里自己帮我拿就好。好好好，阿姨们都去。跟我去那边。哦，不要走那边，都是土。你脚抬起来我看，你脚抬起来我看。你干嘛走来走去啊？走下去好像又太累了。好好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烦哦。就觉得都土很烦，都已经避掉那么大段了。我脚要抽筋了，我脚趾头有一只要抽筋了，要抽筋了。哦，好累啊！为什么你不靠墙？墙就是比较安全。给你。给我走。哦，谢谢。You don't want it？ 关相机。好，关了。周少勇。